这次应该好了吧？这次应该好了吧？这次我又连上公司的网了，我连上公司的网了，这次应该不会再卡了。我求求了，我都崩溃了，我就卑微，我真的我要卑微给他跪，给那个网络跪下了，疯掉了要。可以了，好的，现在可以就行。希望他可以多可以一会儿，真的很害怕，真的很恐惧。WhatsApp bro。好了就行，好了就行。我们刚说到啥了？我们刚聊啥来着？我忘了都，我已经忘记我们的上一个话题是什么了。谁来给我起下一个话题？刚开播几秒的歪嘴，有没有好兄弟做人动图？什么歪嘴啊？这个，这衣服是我的，这衣服是我的。哼，没有想到吧？这是我自己买的衣服，这衣服就是我不会穿出去的衣服，可爱呢。胃口到底怎么不好的？胃口有什么不好？谢谢乌龟送的酒，谢谢你的酒。怎么不穿出去？因为这个裙子太短了，这裙子巨短，我又不能穿出去，穿出去会走光，真的就是一整个走光。好久不见呀，好久不见呀。今天闹肚子，因为昨天就是吃太多了。我昨天吃了晚饭嘛，吃晚饭之后，我大半夜我吃了个泡面，吃完泡面之后，早上我又吃了螺蛳粉，而且都有很多辣的，就是都有辣的。我的泡面也是辣的，然后吃太多了，就可能就不太好，就闹肚子了。但我现在好了，我现在不闹肚子，就跑了3趟厕所吧，现在就不没有感觉了。也不是螺蛳粉的问题，我觉得主要就是吃多了，应该就是吃多了，不能是别的。我觉得螺蛳粉是没有罪的，螺蛳粉不会有罪，螺蛳粉是那个就是，最善良的食物，螺蛳粉很善良的。翻墙好刺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翻墙啊？你在翻什么墙啊？翻你们学校的墙。螺蛳粉热量炸弹，确实热量是蛮高，但是它好吃。太好吃，但是我前几天说我要减肥，我前天说我要减肥，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减肥，我到现在都还在吃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每天都觉得我吃的好多呀，但是我又想吃，我现在也特别想吃，我特别想吃蛋挞，我昨天吃了个蛋挞，昨天那个张亚文给我买的，张亚文给我买了一个蛋挞，就是撒了巧克力粉，然后不对，应该是前天，应该是前天。然后我现在又疯狂想吃，谢谢小眼睛的玫瑰花呀，thank you。翻口袋的墙，好吧，我很瘦，我很瘦，但是我就是没有以前瘦了，我胖了一点点，我胖了一点点。精神减肥，那减着减着更胖了咋办？减着减着之后都就是越来越胖了，就不好了，肯定又要生理期了。我不记得上一次啥时候了，我觉得可能也有可能，但是我觉得还没过多久呢。但是我离上次犯注瘾还没过多久呢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不会这么快吧？听说明天要很早出去玩，对呀，明天我要很早出去玩，明天我出去逛街，所以明天我要早早起床，今天我要早早早睡一觉，比平常早早睡觉。你们学校蛋挞1块钱一个，我是想吃那个挞，就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蛋挞，它是那种蛋挞，就是。你知道有那种专门卖蛋挞那种店吗？那种店里面那种很贵的蛋挞，我很喜欢吃那种。你们学校蛋挞，哎，我看错了，去哪玩？逛街啊，真的呀，真的呀。今天我四点之前我争取睡一下。高高的，什么高高的？Hello，早上好呀，早上好呀，家人们。再赌一根荧光棒是盘球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不是。你别赌，这个你会赌输的。3点前，我努力一下，睡觉加油。好的，我现在有点困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睡着吧。谢谢有病毒龟送的酒呀，别明天起太早，足了啊！我不会足的，我不会轻易的去世的，我会活着的。长的蛋挞，那也不是，它是圆的，但是它很大的那种，很大一个那种蛋挞。4点确实很早，某种意义上也算早睡。对呀，我昨天是8点多还是9点钟睡的？前天好像是9点多还是几点？好像更晚，还是10点呀？
直接送吧，别赌了，你们赌不赢我的，你们不会知道我去哪里的。晚上好呀，要去天津了，对，我们21号去天津演出，21号去巡演。你之后应该可能每个月都会去吧，因为就是经常我们的场子就是会被租走，不在乎什么不在乎，什么不在乎不在乎去哪，行吧，终于要来天津了。上一次来也没过多久吧，上一次来也才十几天吧，对吧？天津快成北巴第二个家了，确实是，说不定哪天北巴搬到天津去，北 BJ48 改名 TSN48，天津 SPA，对，下次直接搬到天津去。北巴天津分吧，京津 SPA，真的快变成天津 SPA 天津。他们那天给我取的是 TSN，就是机场的那个简称还是什么？来长沙巡，长沙就有点难，长沙感觉比较少能去吧，长沙可能18都没怎么去长沙巡演过吧，感觉好像去年是有一个什么，但是我也不太记得，叫北方四八，我也觉得可以，TSN 还不错，TNG，广州应该会去吧，广州有剧场嘛，广州有剧场，所以我们应该之后有机会会去吧。重庆不知道，重庆我也不知道，长沙怎么四八？那我就不知道，那你要问问我们公司。期待成都巡演，你为什么期待成都巡演？你不是在北京吗？你期待成都巡演干嘛？你要跑到成都去吧？有 TNG48，你直接面试，你怎么不面试 BJ48？笑死了，太搞笑了。期待成都首演，期待成都首演，你就期待他们就是 T，哎，他们叫啥？CGT，你期待 CGT 首演。长沙有影视基地，对，今年面试啥？八在长沙有影视基地，哦，这样子哦，他们在长沙经常拍戏，我记得他们之前拍那个什么《拜托了姐姐》，那个他们就在长沙拍，对吧？对，我面过本部六期，那个时候太小了，那个时候都好多好多年过去了。等成都团有了，我们可以去成都了。对，顺便回个家啊，那确实，来广州巡演就行了，有机会一定有机会。端水老师是谁？端水老师是谁？你要面试 BJ？什么？成都剧场快要头晕了，后续北巴肯定要过去巡演的。好的呢，好的呢。对，那时候我才14，就是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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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今年新人16也是在成都，好像有演出。公主殿下，哎，你之前做实习的时候，有偶像和明星在你这里做动作采集，动作采集。我真没瘦，真没瘦，一点没瘦，我胖了，我双下巴都明显了，比之前还明显了。对，新人16在上海、广州和那个成都演出。14，对啊，太小了那个时候，不是当时是没有选我，人家没有选我，不是家长不允许。我妈其实也不想让我去，但是我妈是那种虽然心里面不想，但我妈还是会支持我的那种，所以她还陪我去面试。真希望我们北京会有个剧场，我也希望。我胖不了一点，我胖得了一点儿，我说胖就胖了，胖的可明显了。现在团有六七升啊，有啊。孟慧前辈就是本部招的六期，但是他是在来的 BJ，他是 BJ 0期，哪有胖妞？不是有没有到那种胖的程度，就是比以前要胖一点，就是要比前段时间胖。我前段时间最瘦的时候是90。好像80多，不到90，还是多少来着？我忘了，差不多。然后我这两天胖的，就是胖了3、4斤。对，独苗孟慧，孟慧和林忆宁。我现在94，我现在就穿的很薄，穿了94，就是正常人的体重是94。然后如果说我要穿上厚点衣服的话，可能要更重一点。我的身高，对，我身高94，它是不重，但是我。
我有点显胖，因为我的脸很胖，就是我身上不会显胖，但是我的脸会显胖。然后我一胖的话，我的脸就会变得更圆，所以说就会显得有点胖。现在很美，之前瘦的只有裤子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没看出来啊，我觉得没看出来。再开了好几次，因为一直卡，一直就是卡顿，所以我就重新开了。嗯，我也觉得我不胖，我脸胖，你看我脸多圆呀，我脸这里就是一坨坨肉，你看，它可以推上去，你看它推上去之后。上去之后，我这里就是这样子了。可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今天发型小舅舅好可爱，是的呢。其实还好，就那么可爱，但是可就是不上镜，就是扎起来会好看，但是披下来头发就会显得脸就是脸大，满满胶原蛋白。因为我天天照镜子，早已习惯了美貌麻木。那肉可爱吗？真的吗？你们喜欢这种？一坨肉嘛，我真的好大的一坨肉，真的好可怕！我觉得我没有见过比我脸上肉更多的了，太大了这坨肉。最喜欢肉脸，嗯，白蝴蝶结好看，我也很喜欢这个。我可不可以打针把这块肉消了？但是他以后应该会瘦的吧？扎起来，对，我就很适合扎起来。大头儿子，谁大头儿子？你是大头儿子，喜欢，好吧。我每次说我胖，你反而觉得我瘦了。嗯，你见过比我夸张多的？嗯，真的吗？就是那种脸超级肉的吗？真的有吗？剧场握手，光线太差，都拍不好。对，那个光线它是顶光，它是死亡。而且我的脸又不平整，我脸不平整，所以说就不上镜，就很不上镜。对，发型是有影响的。围裙妈妈，我才不是围裙妈妈呢。上海的什么啊？很瘦，但是脸很圆。嗯，就很多，因为脸圆这个事情，它有时候可能它并不是说你胖，就是你遗传那种婴儿肥。我就是遗传的婴儿肥，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脸就是已经瘦很多了。说实话，比我以前瘦很多了。我以前脸超级无敌胖的，就是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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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圆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就是经过我这么多年的努力。我这么多年努力，我在我的脸上不是，我并没有就是对它进行什么，就是各种操作，就是只是按摩啊什么的那些，各种进行了这一系列操作之后，我还是瘦了一些的，应该是瘦一些，现在很可爱，圆的好，就爱这个，好吧，你就爱这个的话，那就那我就先这样吧，真的很可爱，OK，我懂了，原来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哦。睡醒了，你睡醒了，现在就很好看，嘿嘿，小妈妈，小妈妈来看妈妈呀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来是吧？捏捏，不给你们捏，我自己捏，羡慕，让你们羡慕，谁不喜欢甜妹？我喜欢甜妹，但是我不想当甜妹，我想当姐姐，我想当成熟知性大姐姐。但是我喜欢甜妹，我喜欢看甜妹，就是可能人就是这样吧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我喜欢看，但是我不想当。谁不喜欢姐？对啊，谁不喜欢姐？姐就是最棒的，就很爱姐。哪里有姐姐？我就是姐姐。甜，你想当舔狗？你不是已经你已经挺甜的了？你菠萝，菠萝这名就很甜。北巴甜妹太多了，有不一样。我们北巴很多风格啊，我们北巴什么风格都有。我们北巴，我觉得我们就是风格各异，嗯，也不是说只有甜妹，虽然甜妹确实挺多的吧，但是我们北巴的甜妹也是可以走其他风格的，我们也可以当就是走那种性感成熟风啊什么的，对吧？我觉得都挺不错的。六六能有御姐风格吗？六六也可以御姐啊，六六。它虽然圆圆的，但是就是它是那种可爱的，我觉得它是那种可爱的，它也可以性感风，然后什么就是热血风都可以。别当男生，我没有准备当官，我只是想当姐姐，我就想当姐姐。北巴御姐不也挺多的？对，我们北巴御姐也很多，我们北巴就是什么风格都有，可爱的御姐，对，可爱的御姐也可以。反正就是除了当瓜以外，我觉得都可以当。
这个当瓜太怪了，当瓜太怪了，而且你们应该不喜欢当瓜吧？你们喜欢当瓜吗？不喜欢，对，你们都不喜欢当瓜。刚入团就说要染头，因为不能染呀，因为我只能等到就是那个什么时候，冬雪完了才能染。谢谢喝奶茶，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的一点奶茶呀。什么御姐身材，脸是甜妹？你喜欢我当瓜？你觉得我很帅是吧？不要当瓜。最近穿裤子挺多的，最近穿裤子挺多的。我平常在家都穿裤子的，我平常都穿裤子，我一般不穿裙子，我只有出门的时候会穿裙子。千万别，好的，我不会当瓜的，我会偶尔当一下，但是我不会一直当，就是可能有什么舞台我会当一下。跳鸢好美，跳鸢。对，我也觉得鸢还挺适合的。就是上一次我有点僵硬，有点麻木。就当时我表情非常的那个，就是厌世，因为我太困了。下次我的眼神就会灵动一些。裤子多又不是，对啊，女孩子也很喜欢，也可以很喜欢穿裤子呀。很喜欢队服，队服是什么？队服是什么？公演的时候，公演的时候有吗？我有穿裤子吗？没有吧，我就是之前有助演的时候穿过裤子，但是我一般都是裙子，好像之前有助演跳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因为那个是比较帅的那种嘛，所以说要穿裤子，但平常都是裙子呀，我还是裙子会比较多。你最喜欢开 B 的甜剧现在都不能跳了，对，AKB 的很多歌都不能跳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喜欢我7周年我手绘那套私服，是那个黑色吗？是黑色那个很高贵的那个裙子吗？那个公主裙，是不是那个？我也很喜欢那个，那个好漂亮啊！那个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我，那个很适合我，那个看起来很公主，有一种会很宫廷的感觉。你也很喜欢，你们都喜欢那个，我也喜欢那个，我们所有人都喜欢那个。现在让我们多跳原创，是的，没错。感觉那套就是 YYDS，我20下播吧，加上20下播，本来我准备06下播的，但是刚卡太久了，20下播吧，因为今天就是浅播一下，播个1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因为咱们要早睡嘛，咱们还是要努力早睡一下的。虽然说可能性不大，紫色那一套，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可爱的那个是吧？啊，你喜欢那个呀？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我不是喜欢白色吗？我白色、黑色都喜欢，我都挺喜欢的。戴点头饰，戴了呀，这里有头饰呀，戴了一个蝴蝶结。本来想戴点别的，但是我当时太匆忙了，就是来不及，就刚因为有事嘛，就来不及了，我就是随便戴了一个这个，感觉也还不错。台上的时候有时候也戴，但是有时候太着急了什么的，还有的头饰可能，因为我头饰很容易丢，我就是拿不住东西，我就什么东西都容易丢，所以说就是丢太多了，然后就没得可戴了，那就好，哼哼，真的是哭了，我就感觉我什么东西都拿不住，我只要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比如说我的耳机。我的耳机都丢了1个月了，我都没有找到它，我都疯了，真无语。我什么都会丢，我真的就没有不丢的东西。我现在唯一我觉得我能拿到最好的就是我的手机，我手机是真的就很多年没丢过，因为可能我小学的时候狂丢手机，我小学2年吧丢了4个手机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要盯着我的手机，不管它到哪里去我都要看着它，所以说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，所以没有丢。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估计我现在还在狂丢手机，而且掉哪了我不知道。要是我知道，我就把它找到了。你高中才有手机，我小学用的是那种就是按键那种手机，然后初中的时候买了第一个，哎不对，然后6年级的话用的是什么三星好像，然后初一的时候就是，不对，初二的时候我买了第一个 iPhone，当时我就是买了 iPhone 之后我就沉迷玩手机，然后我的成绩就开始下降了。气死！你绷不住，丢手机丢这么多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丢很多。古川岛那个，我觉得那个也容易丢啊，我觉得我拿什么都容易丢。我现在头像也很喜欢，那个头像就是这个，
这个头像吗？初中才有手机，你高中还在用诺基亚？你初中用的还是你妈妈用过的山寨机，山寨机就是牛。那手机还能玩 FC 小游戏，嗯。你目前丢了俩 AirPods，一个 AirPods Pro，哇哦，好 rich，好 rich，我都不敢买 AirPods，因为我觉得我会丢，我不敢买，我就买的是就我觉得好看的那种耳机，就随便买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是拿不过两个月的，我肯定会两个月就会丢一个，所以我不敢买，那个太贵了，我怕我到时候会崩溃。你高一之前都是用三星，对，我一开始也是用三星，后来我觉得三星拍照不好看，我就换苹果了。黑色衣服那个头像啊，那个对，那个很好看。你用老年机看直播，我不相信，你老年机都下不了口袋。那天还给我拍了图，那你有发吗？山寨手机续航很强，我没有过山寨手机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叔叔 iPhone 还没出来，嗯，那你叔叔是什么时候呀？感觉没有手机寿终正寝的，都摔坏了就换了。嗯，是的。对，我不知道什么是 FC 游戏。SCG 在哪？SCG 在吗？那我哪有 SCG 啊？这没看见。哦，收藏夹。哦，看错了。哇，原来 SCG 来了。Hello SCG。快递间不是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客厅，就是一楼的客厅。之前不是说剧场啊，光线不好，对，光线真的。下次我自己打个光，拿个反光板，我打光，你们给我拍照。说到山寨机，你想起小时候捡的一个山寨机，那是真牛，那是有多牛？让我听听看，让我感受一下有多牛。没有电池还能开机，还满电，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山寨机这么牛的吗？那我也用山寨机。FC 游戏我这年确实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样呀？什么样？那是什么样的游戏啊？小霸王游戏机，我好像知道，我有见过，但是我没有玩过。下次你要带闪光灯，会被 staff 赶出去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试试看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我自带打光板，超级马里欧。那个我，嗯，那个是在那上面玩的，那我玩过呀，那我也知道的，那我也造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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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当时十分震惊，里面还有一个游戏。哦，我今天也十分震惊。我今天听那个亚特兰蒂斯纪念吧，那个歌不是有什么什么的热血？哎，什么糖？哎，什么什么的热血凝聚在心间？我忘了，然后之前我不是看到粉丝经常发一个什么悠唐的热血，然后流淌，对，流淌的热血凝在心间。我之前老看到粉丝发悠唐的热血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很像，然后就谐音了那句话呀，对吧？我今天第一次知道，我真的我感觉我当时都震惊了，当时可震惊了。之前用那个手机玩了《银河战士》，没玩过，从泡泡玛特花100多给 Air。Pose Pro 买了个壳，结果壳的耳机没。你跟我一样啊？对，真的好好听这首歌，我好爱这首歌。亚特兰蒂斯纪念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。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虽然以前听的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它今天被我列入了我的人生曲目，我真的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。悠唐的魂，对对，他是不是那个《奇幻加冕礼》里的？他是哪个公？是《奇幻加冕礼》的吧？应该是，因为我今天搜《奇幻加冕礼》里面有这个歌，就是说是这个，是出自这个吗？还是出自别的？因为感觉他好像跟《奇幻加冕礼》那个风格，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像，就是我感觉是那个，因为我感觉《奇幻加冕礼》的歌都属于是那种有点梦幻、魔幻那种歌，就是那种甜甜的那种，很少女的、很公主的。所以我以为这个不是呢，我当时还纳闷，我说，他怎么也是这个里面的？但真的很好听，我以为这个会是 B 队的风格，因为这个歌的风格就会比较热血一点嘛，我还以为这个是 B 队的歌，结果这个是 E 队的歌，真的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。宇宙 E 的原创公园区，为什么叫宇宙 E 呀？你刚才说的那几个队的名字，什么什么 B 什么 E 什么 G 什么来着？
对，其实曲曲也是，其实曲曲也好听。我之前没怎么听过，今天听我觉得还挺好听的，很日系。对，这奇幻下面里面有两个歌，我是最那个什么的，最熟悉就是公主号和爱的魔法。爱的魔法因为我们现在有嘛，然后公主号是就是之前老听说，然后我今天第一次正式的听这首歌，感觉它就是挺甜的，很不适合我。一对光芒，对光芒也好听，光芒我喜欢，光芒很就是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。笨对宇宙啊，对，笨对，勾对没有什么没有名字，就叫勾对是吧？那 E 为什么叫宇宙 E 呢？E 为什么叫宇宙 E 呀、啊？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。它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？还是就是 B 对的笨，E 的光芒，J 的翅膀，尾巴三句，对，都是我喜欢的歌。不过翅膀我没听过，前两个都是我喜欢的。公主号你会很想吐槽，为啥呀？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有点太甜了，就是不太适合我。创世 J，B 是 B 次元 B，J 是创世 J。大晚上的直播，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就是播到二十，我播到二十我就下播了。我真的得去睡觉，马上就睡觉呢，马上就睡觉呢。E 的公也是啊，这样子，太可爱了，你不行，确实就是我觉得他确实太可爱了，就那个公主号。她真的很公主，但是她真的很，就是反正很不适合我。我觉得我应该去跳那个，我觉得我应该跳那个哪啥来着？刚我还看了《就奇幻下面》里的各种 unit，我忘了有个歌叫啥了，反正我还挺喜欢的，想不起来了，算了，不想了。今天对啊，今天我要早睡了，今天不能不早睡，今天我还要早起，我估计我起来我都会困死，我起来我直接晕过去了。啊，1001，对，1001好看的，那不是我的快递，那是我们一群人的快递，那是我们 BJ 的所有人的快递，那不是我的快递，我一个人不能有这么多快递。1001我挺喜欢的，1001，因为我去年没进团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有在跳嘛，他们好像去年拼盘有这个歌，然后我就，哎，是吗？不对。好像是当时什么时候来着？不对，不是，是我看什么？但他们也经常跳，好像《彼此的未来》那一套有这个歌，他们有跳过几次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些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。看我什么时候有机会跳，这个嘛，那就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吧，可能要等一等您，可能要等一等您。对，灰姑娘的玻璃手机我爱死了，爱死了！我本来没有听过这首歌，本来没怎么听过这首歌，就是我当时不知道这首歌这种风格，我还以为是甜甜的那种，就是跟公主号差不多那种风格呢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想听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风格吧。然后我今天听了之后，我爱出了，我真的好喜欢，我下一次有机会我一定要调，我一定要唱这个，真的很喜欢，就这个歌真的很好听。找一个瓜条玻璃手机。怎么？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花呢？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花呢？我们两个花也可以，对吧？找一个瓜条这个，那你最后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吧。暗夜脚步声也可以，暗夜脚步声也不错。感觉他们都还蛮好听的。其实，我以前不知道我们 BJ 有这么多原创的歌，我今天听了我才知道了好多好多好多歌。我去搜了一下，真的一堆歌我都没有听过，连名字都没听过那种。玻璃手机还是一刮一花有味道，是吗？是吗？好吧，那我去当这个瓜，我找一个花和我跳。确实，确实。我怎么觉得我的这个法令纹越来越重？倭瓜，我才不是倭瓜呢，我是苦瓜。我很苦的，感觉我刮不起来。那你不懂我，那你没有见过我不刮的，我刮的时候，刮的时候可刮。谢塔夫对的巧克力呀，有手你是我特别好听，你是我，好像没有听过哎。甜瓜也是瓜，对啊，甜瓜也是瓜。我就是瓜，我就是最瓜的。这支歌对，说了几点下？20下。哎呀，好困呀，20下不？
现在已经15了，还有5分钟，咱们就下播了。对，我觉得歌都是4个字，真的很神奇。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这个我的舞台第一趴的歌叫什么？勇气重生，然后什么来着？勇敢的心。然后最后一趴还有一个歌《重生计划》，这三个歌名我真的是有点就是被那个绕住了。今天是在客厅。在我们的客厅，后面是我们的快递架，听着比较日系，也许吧，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喜欢起4个字的，就觉得怪怪的，很神奇。那也是情理之中吧，很正常，因为本来就没几个字儿，对吧？歌名嘛，1、2、3、4个字差不多。谢谢一路向南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呀，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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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心比心，谢谢你的甜甜的马卡龙，谢谢谢谢，Thank you，嘿嘿，有点像什么？像什么？想看瘦，我好喜欢瘦，我想跳瘦，我觉得好好听那个歌，我爱死了。现在都喜欢配个英文名，确实，4个字比较顺口，也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，但我觉得2个字更顺口一点，对吧？你的第一首歌《勇气重生》，你叫勇气就行了。对吧？你叫勇气就行了。然后第二首的那个勇敢的心，你就叫，就勇敢的心这个名字有点太俗了，对吧？它有点太通俗了。它可以叫，它叫什么呢？它叫勇，哦，它不是有英文，它不是叫 Brave Heart 吗？它直接叫英文名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重生计划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一个字冤笨，对，冤我真的很爱，笨我也很爱，这两首歌都是我最爱的歌之一。对，中文名会好记一点，确实。勇气重生，重点在重生。那重生计划呢？重生计划重点在计划，也在重生。可是我觉得这个重生，它很怪，就是它在这里面很怪。Rebirth Project。也不是不行，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不是不行，就是我觉得也可以，但就是说挺好的，也挺好的。反正你也喜欢冤是吧？冤真的很好听，但冤这个舞真的太慢了。我就当时跳的时候，我说我站在舞台上，我可以现学现跳了，它有点太慢了。最长的就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。我一开始听到第一次听这个歌名时，我都惊呆了。我说怎么还有这么一首歌呀？后来听了一下，觉得还挺好听的。想看我跳？哎，下一站是你，我还没听过这首歌呢。你几年？去年？你什么？都有不少开，对，现在没什么开 B 的歌了。早点睡，好的，我马上就下播，1分钟后就下播。不，你到现在都背不下来这歌名，我也背不下来。我觉得那个歌名就是怪神奇的，我记不住，真记不住。它有点就是，拗口，就不是特别好记。很甜的双人曲，爱斯队的歌，下一站是你。下次我去听听看，去听听看。有时间，有下，如果有机会还可以表演这首歌呢。下一站是你。如果好听的话，如果是我喜欢的话，如果很甜的，可能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，但是应该也还行，去听听看吧，请听一下吧。我会比较喜欢像那个《Night to Night》、《Look Out》这种类型的那种双人曲，我喜欢这种类型的感觉。甜的就会比较少听，但是也还不错，也还不错。不是喜欢甜美，我喜欢甜美，但是就是我喜欢看甜美，但是我不喜欢当甜美，我喜欢当那种性感大姐姐，但是有时候也喜欢当，就是看心情，我其实就是心情就是变得很快的，就一会儿喜欢那种，一会儿喜欢这种，主打一个苦情。该下播去睡觉了，确实是。甜歌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，就看哪种甜。如果是那种。可爱的话我就不喜欢，如果是那种就是甜蜜的，我就喜欢。玛利亚适合我，
没听过玛利亚，我去听听看。黑猫算甜吗？黑猫还行，黑猫那种甜欲风我还挺喜欢的。谁不爱甜妹呢？就是谁不爱甜妹呢？对，我是调系，我是调系，我这样就很甜妹。我今天就是强行甜妹一下，因为我的发型原因。啊，不会吧？我长得可太甜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可是我觉得我这种长相也很适合性感风，我是就那种甜又性感那种风格，应该不喜欢啊。精灵还行，我觉得精灵还可以。少女的心果然变幻莫测，对，我真的变幻莫测，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风格，我一会儿喜欢这样，一会儿喜欢那样子的，就是都还挺喜欢，就喜欢的很多。尾巴都比较甜，我觉得我们尾巴不是，我们尾巴有很多风格呢，我都适合，嘿嘿，对，spy 也还挺好的，那我会更喜欢 look out 一点。对，我不说太可爱，因为我个子比较高，我挑太可爱的就是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就是单看脸的话，还是就是还行。甜辣风，对啊，玛利亚一定要看金曲版本的。OK，那我到时候去看看吧。三消金曲版本是，是那个什么前辈叫啥来着？我忘了，突然叫那个孙瑞前辈和孔孝英前辈，对吧？Look out 和 In the Dark 都不错，In the Dark 也还行，In the Dark 是单人曲倒是，我该下播了，家人们。爱的魔法太呆了，我觉得他不呆，他就是有点太可爱了。他适合小可爱跳，适合小小的那种跳。拜拜，我要下播了，我明嗯今天晚上再见吧，今天晚上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也早点睡觉吧，晚安晚安，努力早睡，好的，努力一下吧，拜拜，886886，不凑鸡腿嘛。不凑了，不凑了，算了，明天再说。拜拜拜拜拜拜，祝大家今天晚上也做一个好梦，祝大家今天晚上也梦到漂亮的小酒吧。拜拜。